那赔这条钱对我来说，赔这条钱对我来说真的是会比较痛，对啊，大少留给你就好，安妮，安妮，只要把大少留给我就好。哎呦喂呀、啊！戆人毛的有春天哦！哎呦喂呀、啊！人讲点点食沙，我讲故意人啊，故意人，故意人，故意人就搭屎未偷吃嘛，未食屎啦。哎呦，哎呦喂啊！要出人呐，出人呐！大少都不讲话，大少常常讲一句话：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碍他打电动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女人身上？去玩游戏不是很好吗？明天会到三总馆了啊！好好好好。大家好好保护自己啊，没有错啊。叛徒，大少你红了、欸，大少，官粉好羡慕，粉丝羡慕要靠北。我好害怕。你要不要跟官粉们说一下，现在你怎么想？哎、欸，我就是那个跟大少表白的那个女生。哇哇，这么想不开。大少哎、欸。没关系，真面目你没有出现过。我没有出现，对啊，我不知道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谁。确有其人啊，以前 disco 就有跟他聊过了。但是我比较菜，我只能说比较菜。可是大少没有，大少没有三十分，没有三十公分，你 OK 吗？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只要他比我大。你只要他比你大，对对对，哪里大？年纪啊。这可能比我小应该很难吧。你几岁？26。小妹妹，谢谢。你差58岁。大少，我记得年纪比你大啊。因为其实4月1号当天我就没办法来，但是就看着大家这样蛮辛苦的。与其大家在那边干等，不如找一些方法。欸，我也是很害怕被公司。对。首先。希望大少结婚生子之后，生下来的孩子有若干年后，大少跟着他儿子说：“孩子啊，你知道你的名字忽必烈怎么来的吗？爸爸，爸爸，为什么我叫忽必烈呢？”哈哈哈哈哈！就是当年啊，这段故事我们要讲很久很久。好不好？当然，今天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这个见到了这个孙家大少的这个。应该是说爱慕孙家大少的女粉，而且真的是女的，而且不用去当兵。哦，今天我帮这位女粉澄清一件事情，她真的不是男的，然后她也没有要去当兵。哦，所以大家看看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希望的，连这种事都会发生。那阿管的
这个四千万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一定会赚回来的嘛！连孙家大少，妈的逼的没有看过，他都会爱上他，啊，不是爱上他，喜欢上他，抖内给他，喜欢上他。连这种你娘的什么事，什么什么小事都发生了，各位，这世界上还有不可能吗？虽然大少，我损失了将近四千万。但是你却娶到媳妇了，孙家的后代我着落了，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讲，也了结了父母的一桩心愿，也在这么不开心的一个整件事情这种过程，这么不开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来了一点小确幸。哎，人间还是有爱，世界还是有希望。小孙即将要出生了，孙家大少不会断后了。母胎单身即将要结束了，谢谢四千块，哇！谢谢斗内所有朋友，谢谢。鱼粉斗内啊，各位，就是这位女粉哦，这位女粉丝，这位女粉丝出现了。